小依依，咋啦？走，我们两个去看个小电影。看小电影？对对对，走。怎么突然想到看电影啊？在这待几天的无聊啊，走。怎么这么香？你喷香水了？刚才特意去洗了个澡，洗干净一点。洗澡、嗯？对。你去看电影还特地洗了个澡？是啊，洗的身上多香，多干净。我还以为你喷香水了嘞。是我上次送你的那个香皂吗？对，是的，对。味道还挺好闻的嘞。上一次别人说我帮你洗头，叫我帮你洗澡，结果你自己去洗澡了。那我也去洗个脸吧，待会去。我早上起来还没洗脸。没想到这个香皂还挺好闻的，我特地给大亮选的，因为他爱出汗嘛，然后面炒菜又有油，这个洗完香香的。我也试一下好不好用。本来是特地给他买的，还挺漂亮的、哦、每一个香皂都有送一个这个，把这个香皂放到这里面，然后面就是比较容易起泡泡。把这个肥皂打湿，这样一弄，你看，哇，立马起泡泡，这个泡泡好细腻啊！哎，味道确实很好闻。这半拉他们晚上搞演出，然后整个搞得，啊，这也好很好清洗，嗯，挺好清洗的，就是不知道洗了这个能不能脸变白一点，白了白了。但是挺舒服的，看来这个香皂是真好用啊，味道又很好闻，就是爱出汗爱出油，然后面身上有味的可以用这个，它可以洗脸也可以洗头也可以洗澡，一皂搞定所有，准备来去看电影啦。对了，如果有喜欢这个香皂的话，可以点击下面链接购买一下，只要个位数哦。呀，你的狗子现在打我的狗打不赢了，走吧，我弄好了，走走，你把两只狗子也带上啊，走走走，不管夜行了吗？嗯，对对对，走走。那今天也不起锅烧油做饭了。嗯、走，你的狗打不赢我的狗。哎呀，哎，走走走走走，咱们今天要偷懒了，不起锅烧油了，然后面不管夜行，直接走了。好了，喜欢我的点点关注吧，我是五谷一。